嗨，各位一定好朋友，大家早安！我现在讲话要小声一点，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只那个天鹅的幼虫，不是天鹅，那个天牛的幼虫哦，正在我们的无花果的枝干里面啃食，然后慢慢的将那个穗，它啃完的穗木推出来。哦，刚刚很明显，现在已经可能听到我们在这边没有动作，你看这边。我们尽量不讲话，看看。看，太可恶了！这只刚刚一直在把这些刚啃完的东西吐出来，你看，我动没掉，我要把它挖出来。来，我请老婆帮我掌镜一下，我要把它用刀子挖出来。我刀子，糟糕，刀碎。这，你看，这都是刚刚他才吐出来的东西，他一定还在附近而已，跑掉。但跑的一定跑得不远。那不可以啊！有那么小只吗？不可能吧！那不可以啊！有那么小只吗？哎，奇怪，一下子而已，就不要了。这里有个洞，哦，有一个洞，我把它剪开看看。啊，剪到了！啊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来对焦一下。想说，哇，它跑得好快，它在树干里面在跑很快。明明还看它从这边有没有从这边钻过去，然后过来这里，好。然后你看这一只，恶心死了！你看天牛的幼虫，好，丢掉它了。可恶啊！以后如果看到这种东西哦，如果不想这样捡的话，去拿那个铁丝哦，从洞口开始穿。有时候有机会会被你穿到，就不是把它穿死在那边了。但是因为有时候像这一只，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哦，像刚刚这个地方哦，它从这边，然后一直钻到这边，钻到这边，钻很多很多的方向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用铁丝就很难处理。看，该死啊，该死的天牛，好，又被我发现，就是你的死期了。再把它稍微修剪一下，整理一下。好，就这样子。那
忽然间发现了啦，赶紧把它拍下来跟各位分享一下。那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